大家好，我是 Hester， 我是一名来自新西兰奥克兰 Takapuna Grammar School 的国际学生。在 Takapuna Grammar School， 国际学生们不仅能受到来自老师的帮助，学生们之间更是互帮互助来得到更好的成绩。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，发挥自己的潜力，取得自己能取得最好的成绩。在这所学校，只要你付出努力，你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。学生们互帮互助，激励彼此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帮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。因为我有很多课程，例如生物、化学、摄影等等，所以怎样学会时间管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而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恰巧教会了我这一点。我交到了很多朋友，我们会在一起学习。在这所学校学习之后，我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